該咁做。即係羅傑斯就即係過分強調一種，即係雖然係正面好嘅嘢，但係其實要實現呢樣嘢都好多嘢配合嘅。咁佢就忽略咗下低嗰啲啊，點樣去將佢實現出嚟嗰啲其他嘅重要嘅一啲方法技術嗰啲嘢。啊，因為雖然佢講，其實佢講嗰啲其實都係一種技術嚟噶嘛，發覺。不過佢就唔講其他啲嘢，嗰啲係最主要講嗰啲。啊，其實佢所謂即係唔講方法、唔講技術，其實都唔係唔講，而係佢講正係最重要嗰種，就係講嗰種解。咁但係正正個問題喺度就係其他嗰啲方法技術咧都要講，佢冇講呢個係一個配合啊。咁呢度咧我就即係用第一説話就講廿幾點啦。第一點咧就係忽略案主嘅問題。如果用翻頭先我人生塵佳嘅嗰個講法咧，其實羅傑斯佢最大的問題喺邊度咧？就係佢著重嘅就係整體人生嘅嗰種嘅反省同把握啊，特別係最高嘅講愛嘅嗰個意義。咁呢個佢係啊，即係如果用我人生塵佳嗰個講法咧，即係佢係符合嘅地方喺呢度。唔符合的地方就係咧，佢就冇講到逐層每一個層面所出嘅問題同埋呢啲問題嘅對治方法。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不足嘅地方。啊，因為雖然咧，即係人嗰個係一個重要性，即係整體呢個類似，即係我覺得即係所以佢嗰個講法好似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嘅，啊，好似，所以可以用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啊嗰啲即係做一個比喻或者一個類比咁樣。咁如果用醫學嘅類比，就係好似中醫咁噶嘛，係咪啊？有冇發覺啊？好似中醫啊嘛，中醫就係佢唔係醫你個病啊嘛，通常主要就係固本培元啊，啊你嗰、那個。即係身體機能好啊，即係抵抗力強咁樣，百毒不侵啦，係嘛？即係中西好，就用固本培元。咁你發覺羅傑斯就係一個整體嘅人生啊，要實現佢正價值嘅時候啊，好多問題解決到係呢種方法。呢個都有佢嘅合理地方，但亦都有佢限制啊嘛。啊，特別係如果遇到某啲方面嘅問題嘅時候，就唔能夠迅速有效咁樣去解決。咁呢個即係佢嘅一個欠缺地方咧。中醫本身就有呢、這個問題啦，係嘛？即係嗰固本培元，但問題有啲好直接嘅係某種身體嘅毛病。如果我哋有更加有效嘅方法去解決嘅時候，咁你如果唔去啊，即係去處理，唔去考慮嘅時候，咁呢個始終係即係冇咁好嘅一種即係方法。所以最理想就係中西結合喺啲地方，即係如果直接有效解決到，就可以不妨用西醫嘅方法啊。咁我而家以後個講法都係呢個意思。啊，譬如佢整體講係好啦，啱啦，即係體現人嘅正價值，呢個的係。人解決很多問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條件，特別是講愛啦，頭先講過啊。但問題是如何實現愛呢樣嘢咧，係有時需要係唔同嘅品質，有唔同嘅搞效方法去輔助實現嘅。咁羅傑斯就比較忽略呢啲層面啦。咁特別咧，頭先我人生五層階嘅講法咧，特別喺身同物方面，咁嗰個不足係比較明顯。咁呢個不足咧，就唔係淨係心理啊，唔係淨係人本主義啦，其實心理輔導。很多時候都是會忽略了，即只是很多問題就是心理的問題，心理障礙，我們要解決心理問題。但這些問題可以有一個獨立意義的嘛，啊，即是緩急輕重的，起碼可以有分開，啊，譬如用剛才個個案的例子呢，那我自己這樣看的，我剛才個案的例子，我覺得那個個案呢，即是講烏虎的個案呢，即固然他可能即好像羅傑斯那派的那些學者那樣講，好像黑恩博士那樣講，啊，可能咧就係自我形象低，咁但係問題呢個其實唔確定，因為有啲非法嘅證據啫嘛。但係其實有啲證據咧，可能同佢自我形象低高冇關係。嗱，啊，如果真係自我形象低咧，用呢種啊強調翻，即係自我形象嘅重要性，當然係對症下藥啦。但係如果冇關嘅時候咧，可能其他嘅嗰啲啊具體問題咧，即係嗰個直接解決可能更加重要。第一頭分即係講翻嗰個 case 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如果睇翻整個個案咧，即係嗰個案主有個問題咧，假如唔係真係形象低，因為形象高低可能要進一步去考察，甚至即係用一啲量表啦。如果傳統心理學嘅方法啊，啊俾你做一調查，做一個參考，係咪真係再形象低咧？咁樣可能要做嘅。但我覺得咧，亦都有個可能性，亦都係揾到啲證據去支持嘅，就係佢遇到一啲啊，即係特殊嘅一啲身心同物嘅問題。
佢係處理唔嚟嘅。如果你直接睇翻啲層面解決咧，可能對佢解決問題嚟講係更有效啊，即係更快捷嘅啊。點係咩問題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所謂中年危機嗰啲問題。其實我覺得個案主嘅，因為你發覺佢個身心問題，佢唔係一路都有嘅，佢係近兩年，而近兩年咧就出現頭先講嗰啲轉變啊，幾個重要轉變都係呢兩近兩年噶嘛。譬如仔女慢慢大啦，啊好多就即係可以獨立啦，啊就係出即係離開家庭，佢覺得啊唔受重視啊，呢個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就係佢自己啦，因為啊仔女大啦，自己又喺屋企又好少咗好多嘢做啦，開始覺得無聊啦，啊咁自己又想揾工啦。就揾工同丈夫有摩擦，咁呢個又係有關嘅問題。其他好幾樣都係嘅，即係我會覺得係都係被肥胖都係有部分係中年發福嗰類啦嚇，即係冇乜嘢做咁樣啊，即係呢個就都會容易造成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容貌嗰啲都係啦，即係中年人就容易即係走樣咁啊，開始係咪？譬如老男人地中海嗰啲啦嚇，大肚腩嗰啲啦嚇，女性就係、是。即係頭先話肥胖啊，或者係有皺紋啊呢啲啊，有白頭髮譬如呢啲，咁呢都可能係佢啊一加埋，即係一樣兩樣，你唔覺得一個大問題？但係幾樣加埋咧，可能對佢個衝擊好大。咁嗰啲問題，如果你係正視翻，即係就翻嗰啲，即係係啊，譬如中年嘅有啲種種危機去對峙咧，可能有效過你整體去講佢個自我形象。假如佢自我形象唔係真係好似即係黑根佢哋講係壓低嘅時候，係嘛？即係呢個係我想着重嘅意思啊，所以咧反而可能要對應下咗咧，就係譬如啊家庭或者社會關係嗰個改變咧，咁你要因應翻嗰個改變而作翻，如果作輔導啊，就係作翻嗰啲處理。譬如話啊仔女大咗獨立咁樣，你要講翻俾佢聽，就係仔女獨立應該係好事嚟嘅，唔係壞事，唔係佢離棄你啊，而佢獨立咧係需要自己去啊，即係有自己嘅活動嘅，有自主性。咁我解釋翻俾你聽，你自己細，即係嗰個年紀都係咁樣噶嘛。如果你明白嗰道理，我相信咧就會對佢嗰種啊，好覺得自己冇用啊，啲仔女離棄佢咧，佢有幫助啊。譬如呢個家庭嗰個關係咁樣啦，咁社會關係嗰個都係啦，即係佢點解會覺得啊，即係咁焦慮咧咁樣？就因為佢係家庭主婦嘛，本身做咗好多年家庭主婦，突然間啊，即係改變啊，去讀小學教師嘅學位啊，同埋做小學教師。對於很多家庭主婦呢個轉變係好大嘅，心理上唔係咁容易適應到啊。咁呢個時候可以同佢講翻就係、是、啊，你咁樣做咧，即係嗰個啊意義係啲咩嘢咧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啊職業嘅理想係點樣？咁呢都係一種咧，即係如果佢個問題唔係自我形象低嘅問題嘅時候，則呢個可能就更加即係對應佢個要處理嘅問題，係嘛？因為如果問題解決到嘅時候，佢好即係嗰啲之後嗰啲咩身心問題可能根本唔會出現，佢就係處理唔嚟。因為佢一早嘅問題從時出現噶嘛，啊，譬如頭先講容貌嗰啲都係啦，咁啲容貌嗰啲即係肥胖嗰啲，可能你即係啊叫佢做多啲 facial 譬如咁樣，即係好似好即係好似我講到好似好鬼鬼低咁樣，鬼渣嘅技術，但係可能仲 work 㗎係嘛？即係如果我個假設啱嘅時候，唔關自我形象事嘅，真係好具體嘅問題嚇。即係我你頭先講嗰個中年危機嗰啲咁嘅具體，去到因為呢個女士去到呢個階段遇到啲問題，你提一啲具體嘅方法。我覺得係有效嘅，都係有效嘅。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翻，其實呢啲佢出嚟到四十幾歲遇到嘅現象，其實會唔會我哋用普通俗語講話啫？佢其實根本一不嬲都有呢啲問題，我哋俗稱叫心魔啦。其實已經係有呢啲問題嘅。譬如佢不嬲都係想自己靚嘅，佢不嬲都想自己作為一個老師有一種尊嚴嘅等等。只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啊，譬如佢嫁咗人之後咧，佢冇辦法做啦。嚟到呢個 gap 嘅時候咧，佢好想補充翻呢啲嘢。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就頭先用你嗰種方法，都係可以即時指一啲路俾佢。你可以做 facial 啊，你可以做乜乜乜乜乜。但其實佢個心魔就冇處理係咪意思啊？我唔知係咪佢心魔，可能唔係。或者因為我覺得一個人遇到一啲問題咧。不是遇到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問題的，即是可能整體上有些問題，裡面有些東西，遇到一些東西，即是有些人出場紅杏，他真的有本質出場紅杏，他才可以出場紅杏，不是出不到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剛才講一路都強調一句，假如啊，咁如果最穩定嘅方法，即係可以雙管齊下噶嘛，冇衝突噶嘛，即係一方面你就即係正面指導翻佢嗰個自我形象。咁呢個佢其實冇否定佢噶嘛，只不過就係因為頭先講到一般關係嗰啲嘢。